人为什么登山啊？登山能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吗？ 几亿人民只能想着吃饭这点问题，我们这个民族又有什么希望呢？坚持留下来，我们就要承担所有责任。如果完不成任务，自己跟老队长解释。我们自己的山，自己要登上去。答应吗？ 全世界的看到中国人，否则我为你骄傲。别过来！登上去，活着回来。